同学，请看四圣地品临次世界第七段，西南方先少世界苦灭圣地最后一个名号啊，还不是最后第九，第九个名号，鹤鸣觉醒处，什么叫做觉醒处呢？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的是心路觉悟啊，灭明觉醒处者，心路觉悟。注解只有四个字啊，我们就明了了，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是究竟果地上的境界，不但没有言语，念头都不生啊，这个才是真心本性全体的显露啊，因为念都是妄念啊。禅宗六祖慧能说得好，本来无有，哪里有念头呢？啊，有念就是妄念，佛法里面有称为正念的。什么叫正念？无念之念呢，那个才叫正念啊。为什么叫做正念呢？在无念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就是华严讲的无障碍法界，他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究竟，没有一样不彻底啊！没有人问他的时候，他清净即灭，一念不生啊！你要去问他呢，他正念就现前了，你问什么他答什么。所以这个极灭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世尊当年在世曾经用鼓来比喻这个境界啊，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佛弟子当中这是著名的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啊，人家问舍利弗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许许多多人提出问题向他请教啊，他都是随问随答，从来没有一个问题答不出来，从来没有一个问题答错了的。向世尊请教他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啊，世尊笑笑指着旁边呢一面鼓，他你看到了鼓没有，
那就看到了。他说你就敲敲它，敲它就响。敲得重响的声音大，敲得轻响的声音小。是不是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然后佛就问他，那个鼓肚子里头有什么？啊，这是鼓肚子什么都没有啊。佛就想了，舍利弗的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世间一般凡夫啊，那个肚子像个鼓，里面塞满了东西，所以怎么扣他也不明。纵然明了声音不对，因为他里头有东西，他的音不纯，他的音不正。佛用这个做比喻，所以人在一切境界里头这个修行在境缘当中修啊。华严经后面善财童子示现给我们看了，给我们做修行的榜样啊。顺境善缘不放在心上啊，心是空的。逆境恶缘也不能放在心上从前李老师也举个比喻给我们说他把眼睛比喻作真心，把善缘顺境比喻作金刚钻。金刚钻放在眼睛行不行啊？我们知道不行啊。把恶缘逆境比喻作沙土那个肮脏的沙土放在眼睛里不行，金刚钻放在眼睛也不行一样啊，把你眼睛搞瞎了。老师这个比喻好心要清净，里头不能有一样东西存在所以真修行人修什么就修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心里头干干净净，所谓是不落印象永远保持清净心。清净心是佛心，清净心跟一切诸佛如来感应道交为什么呢？佛心是清净的，佛心一尘不染那我们今天麻烦的东西在哪里呢？看到好的接受了放在心上，看到不好的也接受了所以我常讲我们凡夫的心是个垃圾桶什么都往里头装现在世间还有一等人专门装垃圾，装不善的，善的他不装专装不善的那个后果不堪设想不善感应的是恶道这样的思想见解行为是造三途果报
啊，还不如一等世间人懂得专门装善的，不装不善的。啊，不善的他一开排斥拒绝。人不仅是一生，生生世世啊，都是善恶混杂了。啊，这是六道里头都是这个样子啊。你在六道里找一个纯善的人，啊，一点恶都没有，绝对找不到。你找一个纯恶的人，一点善也没有，也找不到。啊，纯善之人呢？设法界里头只有一个如来啊，啊，究竟果位啊，纯善啊，那一丝毫我都找不到。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就不善了。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善。一瓶生相无明没破，还不是？啊，这讲等觉菩萨了。只有究竟佛果，才是纯善。啊，这是真的。要找一个纯恶之人，一点善都没有啊，找不到。纵然是阿鼻地狱里面去找，也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他本性善的。啊，你看看《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他造无逆十恶，大逆不道啊，他本性善。这就是说明，要找一个完全没有善的，找不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何况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佛性是善的啊，只是什么呢？只是他一时迷惑颠倒啊。他迷了自性啊，他迷了本善啊，他造作一切不善。这样的人他会回头，他会觉悟，哎，你慢慢等待。他多三途了，多地狱了，多到极严重的地狱。我们学大乘的同学，如果你真正其如经教少分，你就明白了，他多地狱是干什么？消业障。他那一些罪业他一定要报掉。在哪里报呢？在地狱，在恶鬼，在畜生。啊，在人天种种苦报，那都是消业障啊。业障消尽了，他阿赖耶识里头还有善根种子啊。阿赖耶像一个仓库，像一个储藏室，那个里头什么种子都有啊，佛菩萨种子有，声闻缘觉也有啊，罗刹修罗也有
畜生恶鬼地狱通通居住啊。那个恶的种子他受报了，他报完了之后，那还有没受报的善业种子啊。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一切众生的没有除六道，六道里头啊，他为什么会到善生上善三道，为什么会下三道啊？上三道报善业，下三道报恶业，就这么回事，通通是在受果报啊！啊，受果报这个名字你说不好听啊，换个好听的，消业障，这好听吗？三善道啊，消善业的业障，善业还是障碍，哎，你出不了三界吗？下三道啊，消恶业的业障，通通在消业障啊！啊，就是现前在这个世间，也是在消业障啊！啊，业障消不完呐，为什么呢？一面消他一面造，他如果是只消不造啊，哦，那个业障就很快可以消尽，他一面消是一面造啊，消善业也造，消恶业也造啊，造的业呢里头又有善有恶啊，不是说他消善业他就造善业不造恶业，消恶业他就造恶业不造善业，不是啊？他造业为什么会造业？阿赖耶里头这个种子力量强的啊，那个种子多，力量强，他就先起现行，起现行就造业，是这么回事情啊。到如来果地觉心处了，不造了。那么我们要问，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乃至于罗汉，他应身在九法界教化一切众生，这是不是造业？没有。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他不造业。为什么他不造业呢？就是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呀，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他没有阿赖耶。经上告诉我们了，转八识成四智啊，他没有八识啊，没有阿赖耶。他哪有业呢？这个是，这是真的，真正的事实啊。迷了，就把发现啊，真如自性啊，转变成阿赖耶。觉悟了呢，阿赖耶又恢复到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怎么会造业啊？菩萨现身说法教化众生，真的就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比喻一样啊，那个鼓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他造不造业？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我们凡夫总要问他，不起心动念，为什么你会答复？
你会答复的那么好，那么恰当。跟你说，这是自信。啊，信德的反应，啊，就像我们敲鼓一样，第一敲，它马上就有反应，音声反应。啊，我们凡夫，你要敲它，是在讲。他麻木了，啊，他有反应，他那个反应很复杂，啊，你要学过法相唯识，你才知道那个复杂的样子，啊，比如眼睛，啊，张开眼睛，眼根跟色尘接触。啊，这叫眼识。眼识没有分别，眼识立刻传送给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意识分别，啊，分别外面这些境界，啊，他分别他不执着，他立刻又传送给第七识，第七识执着。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排斥。啊，同时传给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做档案。啊，变成了资料，很复杂了，不像啊。诸佛菩萨了，直接的反应啊，没有这么多层次，完全是直接的啊。凡夫见色闻声，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啊，八个识，五十一个心所，很复杂，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好像一个很庞大的机构啊，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啊，跟尘相接触的时候，通通都运作起来了，运作里头还产生很多错误，啊，为什么有错误呢？迷而不觉。邪而不正啊，然而不净，所以产生许多错误啊！啊，做了许多许多的错事啊！啊，这个样子，让这个六道这种境界，它永远不会失去啊，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流转。时间是用劫来计算，长劫流转。那么明眼人看到，可怜，真正可怜。他迷在这个程度，不知道自己有自信，不知道回归自信。啊，觉悟的人没有别的，就是回归自信。回归自信最明显的一个样子，就是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啊，这个觉行处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不接触呢？接触，眼也见，耳也听。啊，跟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什么妨碍都没有。啊，表面上看起来，哎，你欢喜，他也欢喜；你忧虑，好像他也很忧虑。
那是什么？那就是大寇则大名，小寇则小名。你的喜乐哀乐心里头真有，他的喜乐哀乐心里头没有啊。你是真的，他是在演戏啊，他在表演，不一样啊。这个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呐、啊，你要晓得应化在世间，他不造业。啊，那么再告诉你，你若印象就造业了。啊，你生起念头就造业了。你分别，你执着。这个业就重了，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念头我们讲妄想，念头无明烦恼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什么？生这三大类的烦恼，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啊，这个三类烦恼愈陷愈深，啊，自己真的叫不知不觉啊。有意无意呀。造极重的罪业，通通是烦恼引发的，没有智慧，智慧就回头了，烦恼不会回头啊。这个世界啊，信仰宗教的一般讲还有良心呢啊，但是良心往往敌不过欲望，就是敌不过烦恼。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烦恼当家做主，我们学院开幕，新加坡九大宗教来祝福我们，非常感谢啊！我们看到九大宗教像一家人，我们非常欣慰呀！啊，现在大家在一起说真话了。哎，他说从前呢，我们都不是说真话，大家在一起那个说的话的叫官话，啊，不是从内心的说出来的，啊，总是有防范。啊，想想哪个话可以说，哪个话不能说。现在就是好朋友了，什么都能说了。啊，真话里头说什么呢？这自己承认，自己宗教里面有少数。啊，为了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曲解经义，
断章取义啊，欺骗信徒啊，达到他自己，这样的话在从前是绝对不会说的。现在大家在一块真的是好朋友了。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有啊，良莠不齐啊，龙蛇混杂了啊，佛门也不例外啊。他举了个例子啊，譬如圣经里面所讲的啊，他只取一句，把这一句就曲解了，让大家就产生误会了。他是譬如信上帝就得救啊，这一句话误导了很多人呐。你要看全文呐，这句话前面说的是，后面说的是，哪有那么简单呢？一点都不错，他这一句话误导了很多人。那我们净土宗这一句话也误导了很多人啊，念佛就能往生，同样误导很多人啊。啊，这一句话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如果前后都不知道的话，你照这一句话做到最后，不能上天堂，不能往生。所以断章取义很危险。如果误导众生，对不起圣经，对不起上帝啊！我们教导啊，劝导念佛人，要是断章取义犯了错过过错，我们对不起经典，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阿弥陀佛。啊，每个宗教几乎都一样。啊，你看看我们介绍净土。啊，这个净土修学基础奠定在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的基础奠定在十善业道。哎，你不能没有基础啊。像盖房子一样，不可以没有地基，这个特别要强调。基督教、天主教的修学，有十戒，十戒是修学的基础啊，决定不能疏忽。啊，十戒不要了，我们佛门说十善不要了，十善不要啊，果报在三途，人天都没有份呐，你怎么能上天堂？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哪有这种道理？啊，造作罪业的人信了主了，将来都能上天堂；做了好事的人不相信主了，将来还要堕地狱。这在理上讲不通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到教堂里面听到这个讲道的人说这些，
我下次就不去了。好人就是因为不信他还要下地狱，坏人信他还上天堂。我不相信，啊，那么这是我这一类根基啊，啊，不能接受啊。还有一些能接受啊，能接受，他可以做坏事，他可以无恶不作，我只要信主，啊，我做坏事没有关系，啊，主耶稣会把我的罪背在身上，我的罪就让他去受去了，我就升天堂了。这个是把经义拒绝了，啊，以后我们读读圣经，不是这个说法。所以聪明人一定要看全文，要看前后怎么讲的，啊，否则的话，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特别是对于学讲经的同学，你要想把弥陀经讲好，你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你要不通华严做不到啊！啊，为什么呢？华严是最详细的《阿弥陀经》，最详细的《无量寿经》。啊，你不把它搞透彻的话，弥陀经、无量寿经你怎么能讲得好？就这个道理啊。啊，通达华严了，那一本无量寿经，这个不是一本阿弥陀经，这大家天天念的，念得很熟啊，一天讲4个小时，讲一年都讲不完，字字句句里头都是无量义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他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啊，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没有长短，自性没有浅深自性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时代版的啊。我现在如果给大家讲弥陀经疏钞，讲弥陀经要解，那就跟我讲华严完全没有两样所以古大德常常勉励我们要通啊，不通不行啊。这个通就是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啊。怎样才通呢？跟你说，这个觉行处重要，觉行处当然我们做不到，如来究竟果地啊，但是做不到呢，方向要正确啊。回教徒朝圣在全世界，他的圣城在麦加，你看他们一天5次礼拜，他的方向正确，
他朝麦加那个方向拜。这个有道理啊，啊，觉心处就是心地清净。啊，我们向清净心这个方向去用功夫啊。心越清净，欲接近自信，欲接近信德啊，到相当程度就悟入了大彻大悟大悟啊，啊，所以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恶的东西不能有，善的东西也不能有。啊，你有恶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立三恶道；你有善东西，你不能立三善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善恶两边都放下了，啊，修清净心呐。修清净心还不能着清净心的相啊，着清净心的相怎么样呢？出不了十法界不能见性啊，修纯净纯善，不着纯净纯善之相，连纯净纯善念头都没有，哎，这个时候你就到明心见性的边缘了，啊，到那个交界之处了，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有佛菩萨来帮忙你，啊，什么呢？你的机缘成熟了，啊，不定一个什么境界。让你一下悟进去，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呢，在这个状况之下是最容易体会的。啊，你豁然大悟啊，这一悟就是觉醒。真的是纯净纯善，连纯净纯善念头都没有啊！有这个一念，那就不是纯净，不是纯善了啊！纯净里头再放一个纯净，错了，不净了。本来无一物，你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啊，你心里头放一个本来无一物，已经有了一物了。这一物放进去，你迷了。你就不净了。也不善了。啊，功夫在这里。这叫真功夫啊！其如这个境界，禅宗所讲大师毕业，什么大师？六道里头的生死大师解决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是佛法修学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啊！所以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百丈清规里面，丛林以无事为兴旺啊，啊，这兴盛啊。这个话一般人很难懂。一般人怎么什么香火人多，香火旺，哦，那就是兴盛。祖师研究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是兴盛，那是什么？那是搞三途六道，是以清净为兴盛。我们研究经教这么多年了，如果连这个都不懂，我们这些年不叫白搞了。真正功夫是要在静缘当中就磨练得来的，这是真的。我昨天找资料，找出一封信，过去我没有细看，昨天晚上我仔细看了一下，是有一个人传真给悟平法师。人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电子信箱传过来的，平时告诉我，传了之后，他的信箱就关闭了。也没办法联络，他有个日期，2002年5月13日。是一个老人往生，往生之前说了一些话，他把它记录下来，叫他传给我看。这里面最重要的，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境缘都是提升自己的境界。都是提升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平等觉。那就是说善缘顺境，不生贪爱啊，逆境恶缘不生嗔恚，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善财童子53善的成就秘诀就在此。我们要很认真努力学习，利益众生，不着利益众生的相，化解冲突，促进安定，
祈求和平为众生，可不能着相啊！着相呢，你阿赖耶里头有了，阿赖耶装那么多东西，你怎么能把阿赖耶转变成大圆镜体？必须把阿赖耶里头所装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清除，清除到里面没有东西了，才能转阿赖耶为大圆镜体。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转八识成四智，这里都有因有果。第六识、第七识因地转，第八识、前五识是果地转，这个教导非常非常重要啊，使我们晓得用功从什么地方下手。因嘛，要从因上下手啊。那因上第六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那我就懂了，我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不单世间法，出世间法也不例外。我天天念佛，我天天读经，我天天在言教，怎样跟不分别、不执着相应呢？你要用分别心、执着心去念佛、去言教，还是六道里的事情啊？那这个念佛言教了，变成六道里头的善业，果报则算善道，出不了六道十法界。怎样才能够出离呢？要与不分别、不执着相应。于是我在这里头细心思维，懂得一点道理了。念佛、读经、言教的方法呢，是把一切善念、恶念除掉啊，用这一法了除一切法了。这一法呢也不能执着，这一法呢也不能够分别，这就对。但是有人害怕，我要不用心去研究，我怎么会懂呢？没错，这是说，这就是用啊，八识用惯了，无量界来用它用习惯了，你还是要用这个，但是你要知道，有期限的，不能永远用这个，永远用这个那就麻烦。这就好比是用药治病一样，我要用这个药治这个病，但是你要记住，这个药不能吃一辈子，病好了药马上就丢掉，
你不再丢掉的时候又变成病啊。所以这个读经念佛言教是药，除我们一切妄念啊。我那个妄念减少了，哎，这个东西分量也减少，那就对了。妄念减少，这个东西还是那么多，不行啊！啊，这个东西又变成妄念了，经教变成妄念了。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到什么时候舍呢？明心见性的时候舍了。没有明心见性，你可不能舍；没有明心见性，你还在害病啊！明心见性，病好了。啊，你看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这个戒定慧三学也不要了，觉行处啊。现在时间到了。